can feel you in my blood, in my blood.今次我哋做白老鼠嚟深圳首家胜捞海鲜烤肉自助百汇，佢系今年咧12月10日先开噶，所以而家做紧一个事业嘅优惠，平日58蚊咋，周末只需要加10蚊，喺大众点评嗰度就有得卖噶啦。我哋圣诞节嚟食，居然当平日啊！交通系非常之方便，因为佢有免费穿梭巴直达。胜捞就位于沙井京基白鸽广场，有寿司、烤肉，仲有榴莲披萨。淨係睇都大飽眼福啊！啲嘢食咧擺得非常之整齊啊，而且又好乾淨喎。飲品嘅種類咧亦都非常之多，裝修亦都好華麗。佢連啲台都係用大理石啊，而且呢度最重要嘅係可以撈海鮮啊！啲海鮮超生猛啊，啲魚啊同埋啲蟹，你撈嘅兩三隻就已經回到本啦。呢度仲有無限量嘅蝦、象拔蚌、貝殼類提供。好有規模啊，環境絕對可以媲美五星級酒店，在佛山中山那裡都有分店，這些蒸蠔一定要拿，吃兩三隻就回到本了。啲蠔超肥美啊，蟹咧系职员帮我哋捞，叫我哋拿兩隻碟咧夹住佢咧摆落火锅里，事关佢会钳人。另一边就寒烧紧，完全系食肉兽嘅滋味。只蟹是不是很有戰鬥格呢？啲貝殼類就有啲沙，洗得唔夠乾淨，同埋雪糕嘅味道就一般啦，唔係哈根達斯，性價比係超高啊！第二間就喺同泰時代廣場裏，佢就係漢陽亭烤肉自助啊！而家佢做緊下午茶優惠，只需要69.99咧。環境方面咧就冇聖撈嗰邊咁好，我諗係可以媲美四星級嘅酒店，空間感都好寬敞啦。呢度最正嘅就係有一部珍珠奶茶機，一杯手搖嚟講都要20-30蚊，所以呢度絕對係抵啊，任飲任食。
我最喜欢是它的一些饭后甜品啊，水果茶，还有浪边心心念的甜品柜啊。大家想知道更加多的旅游资讯，记住 Like and Subscribe 我们，拜拜。